第17题，请根据清洁剂清物原理的作用顺序重新排列 A 到 猪土。我们晓得清洁剂的清物原理，或者说肥皂的清物原理，首先是我们肥皂的清油端会去靠近我们的油污，就是 B。然后呢，清油端会抓紧我们的油污，就是猪。然后呢，会把整个油污拔起来，就像 A。然后呢，会拆成一包一包，一小包一小包，然后变成悬浮溶液，漂在水里面，然后就达到了去污的效果，就是所谓的 C。所以它的次序是 B、猪、A、C。第17题问我们说，请根据清洁剂去污原理的作用顺序重新排列 A 到猪土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、猪、A、C。